哇！小鸡子，你看，精美博物馆有新的展呢。哇，很赞呢！下个月连假我们揪一团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来问问其他人。好啊，我 OK。好哎，那小猪当主揪要改叫猪揪。小狗怎么说？他说好。好哦。接下来是小熊。要约吗？每次都不来。还是问问吧。好吧。小熊。喂。怎么没叫？我刚听小狗说了，怎么没约我？不是，我们刚要打给你耶。每次揪了你又不来。不管啦，你第一个要揪我啊！排挤啦，排挤。所以你要去吗？我那天阿妈可能要结婚。你看不去在那边。好啦，我去啦，一定给他玩爆，好不好？你确定要去哈？确定啦，我很 free， 拜拜拜拜。那就先这样，我再拉个赖群。好。今天看完帮我投票哦。小熊要去哦，那我不去啦。那一开始干嘛不讲？算了，先等其他人吧。投票！为什么熊去狼就不去？因为他想当英雄。踢掉你啊！臭狼，打球输不起啦！怎么在闲聊？快投票！是不是要取得热血的团名呢？我都可以。明天直接来我家讨论，没来就踢掉。小狗没来对呀，电话讯息没反应，只有 IG。既然大家行程 OK， 我先收门票钱。等一下，博物馆很无聊哎，去游乐园才刺激，改地方啦。不是说都可以？改成游乐园，其他人 OK 吗？都可以，我 OK。还有问题吗？有，那个旅馆又丑又烂呢，今天也不好玩。马东说一定要开樱花，你都没排。夏天哪来的樱花啦？只会闲，不然你来排呀、啊。抱歉抱歉，我睡过头了。讨论到哪里？对了，我妈妈可以去吗？我怕那天会睡不着。好啊，不然叫你妈开车。不会信息，不会出风水，白痴小子！是你乱排呀，行程烂死了，臭小猪！到底要去哪？还是我们改去日本？都可以。够了。我订车票，小咪收钱，小弟子订门票，小兄弟旅馆，小狗不准带人。没意见了吧？没有。那其他人还没到吗？对啊。那车子要多久才到啊？大概10分钟吧。小咪怎么啦？对不起，我搭错线了，晚一点可以来汇合。好。小咪说他会晚一点。那我也打给小熊确认。那我打给小狗。对。快到了，转弯就到米粉汤了。看来是没救了。小熊呢？他有接吗？没有有的。小熊你在哪？我突然不舒服啦。我就不去了。还有旅馆我没订到。怎么办？改成当天来回吧。你先把游乐园门票给我。不是去博物馆吗？课文哦。